我刚才啊介绍的不全面，我大名叫肖雨池，小名叫六号彪，哎，也就是绰号。我是从雾灵山之巅直接飞到您治下的三道河子村，以后还得仰仗您多照顾。我们几个都饿了，你看咱中午哪吃？ 完蛋了，这下彻底完蛋了。就说是我能耐啊，人家电视台来个美女，见着人就哆嗦，这家伙让人给收拾的，我都不好意思看。满堂，啊，你这是说谁呢？还有谁呀？国安的书记呗，现在成安人书记了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们不知道吧？三道河子来了个第一书记，专门管官位农的。 坐吧，坐吧。哎，介绍介绍啊，治保主任关文彪，村会计老何啊，您叫我何算计，全村人都这么叫。你好，老何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妇女主任。 关文凤啊，在那个村委会值班，来不了。我已经见过他了。啊，那就好了。菜来喽，香菇炒肉。哟，老板娘，您这菜量可够大的啊，真够意思。啊，啊，这位呢，三道河村主任关青莲。心灵导好，我就是关青莲。我一直看您的节目啊，真好，十多年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老呢？啊？ 这城里，哎哎哎，主任，您好，您好，小肖，肖玉池。啊，肖领导好。这农家院是您的呀？啊，这是原来公社的老房子，让我给买下来了。生意怎么样啊？凑凑合合。那个，这位年轻的领导怎么称呼啊？郑浩。啊，郑领导这么年轻就在电视台工作。 那你学历得可高了吧？哎，哎呀，快来吧，动筷子吧，动筷子吧！我们大厨啊，回家收秋去了，这菜是我自己炒的，你们就凑合着吃吧。还有菜吗？啊，有啊，有，我再去拿啊，你慢慢吃啊。哎，好，吃吧，吃吧，啊，你们吃吧，吃吧。哎，三妹子。 什么？第二书记？谁说的？我一猜就是金满堂，你给我挠他，让他跑了，我马上过来收拾他。哎，我有事儿就不陪你们了，老何。哎，等他们吃完以后，跟青莲把账算了。哎，您放心，放心。嗯，咱们走。 姐啊，咱吃两口吧，菜炒的还不错。不行，我们得跟着去，看这架势要打人啊！哎，不用不用，几位领导放心，这个关书记他自己心里有数，你可对付金满堂这混球根本用不着动手。吃饭吧，吃饭吃饭，来坐坐坐坐，来吃饭。哎，是姐，书记也知道打人犯法，不能，吃饭吧。 小雨池，嗯，拿双筷子。哦，哎，不，我不吃，你们吃啊。不是，您自己村里您客气什么呀？哎，不是客气，刚才关书记不是吩咐了吗？让我在这等着结账，他没让我陪你们吃饭。看了吗？在这个村儿，什么都是关文农说了算。 您要是不吃，就请先回去吧，让我们自己结。不不不，那可不行，这是工作队呀、啊，第一次在村里吃饭，必须我们请。菜来了，菜来了。哎呀，这个炖排骨，这个土豆炖豆角，一凉仨热，菜齐了，这是我们村招待的标准。 在我们家，我就不陪吃了。
你们慢用啊，下米饭吧。二米饭正焖着呢，新小米儿可香了。你们慢点吃，先吃菜，我去看看饭熟了就给你们端上来啊。你怎么不先管啊？啊？啊，这个在我们村呢、啊，官是大姓儿，其他的姓呢，还有铜、金和鱼，人都挺多的。姓何的就我一户。你们村委会就你自己不姓官？啊，不，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。几位领导，快吃吧，吃完了我好给你们安排住处。妈，不用。村委会我们已经去过了，您就二楼啊，给我们留两间房就行了。那二楼是个大会议室，住不了人。那一楼都是办公的地儿，我们住哪儿啊？本来也不能住村委会里边，按照县上的惯例呢，都是住老乡家。可是你们三个人，这一般家也接待不了，所以说得分开住。那可不行。是不行，这个呀，我们都考虑到了。你看，你们仨是一个单位来的。新领导还是大主持人，这是必须得有人保护，所以啊，我们关书记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地方住。在哪儿啊？到了到了，就这院里。这么大的院啊，这还有这么多菜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比我在乌林山顶的时候条件好太多了。哎，你瞧瞧瞧瞧，还有一用厕所呢。就是这房子老点，但我估计啊，咱一人一屋肯定是够了。姐，您先挑，挑剩下的我们来。这房子看起来还不错，我喜欢这幅老标语。嗯，没错，到什么时候啊，都得坚持党的领导，这是真理。几位领导，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房子。那面一大间，这面三间，俩住人屋，中间堂屋能做饭。不过把头那间已经有人住了。啊？谁呀、啊？周教授。这村里还有教授呢？那个周教授啊，是省农业大学的，他也是帮咱扶贫，科技下乡嘛。这都是上级派来帮咱扶贫的领导，所以说关书记就把你们几位领导安排在一起住了。那这教授是男的，是女的？男的呀，哟，那没得挑了，姐，您就来那大屋吧，我们哥俩一屋，然后和教授住对门不就完了吗？好，哎，这村不是我们电视台帮扶的吗？这农业大学跟着裹什么乱？都派了人了，还要我们干嘛呀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嘴贫啊？你看你们俩带的东西比我都多，快进去安置一下吧。哎，给我吧，你看，藏去啊。好嘞。咱去。何大哥，哎呀，新领导，你别这么叫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您比我年长，我叫您大哥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您要是叫我领导啊，还真就不对了。我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，您总这么叫我，多别扭啊！就叫我新兰。哎，那您就叫我老何吧。好，老何。哎，我跟您请教点事儿。国家判定贫困村的标准是贫困户占60%以上。咱们村看起来相对比较富裕，怎么就成贫困村了呢？不，就是你看村委会这附近呢，是不太像贫困村，可咱村子大呀。现在有11个自然村，24个组，817户，3200多人。前年呢，全村的贫困户还占70%以上呢，它自然就是贫困村了。这两年呢，政府抓得紧，又给了很多好的政策。哎，关书记啊，又引进了好几个项目。所以说今年估算下来呀，大部分贫困户能摘帽，剩下那些贫困户啊，就都是不好办的。这地方受不了。怎么了？你进去看知道了。这是书记让我买的新床，咱农村条件差，比不了你们城里。不过这在三道河子条件就算不错了，也是凑合住啊。就这还新床了？是新床。
少爷嫌有味儿，没菌味儿。是有。有味儿就解决不了。屋里是有点霉菌味儿，不是有点，是很严重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房子太老了，很长时间没有人住，缺乏开窗通风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住不了。这村工作队有规定，我们只能住在村里。我霉菌过敏，这样屋主别说住一晚，就是半个小时，我的过敏性鼻窦炎就会发作。我们才来第一天，你这说走就走，说不过去啊。领导要问起来，我也不好交代。姐，你放心，过敏性鼻窦炎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不会让你为难。我不走，我先去支帐篷，我睡院里。搭帐篷，哎，这行啊！哎，你这能不能住俩人啊？这屋里啊，确实霉菌味太大了。我虽然说不过敏，但是我也受不了啊。对不起，我这是单人的。啊？快去开窗通风吧。行。哎。这井啊，可有些年头了。我小时候啊，就在这打水喝。以前这是大队部，经常开会啊，放露天电影，可热闹了。这水合格吗？合格啊。我们村背靠辽河源头，这水啊，比你们城里一点都不差。不是早就实行自来水入户吗？为什么屋里没有自来水啊？这个自来水入户啊，在咱们村已经普及80%了。这个老村部呢，他不算住户。哎，那周教授啊，又愿意喝这老井水，所以就没搞。既然工作队来了有这个要求，那我这一半天就去找自来水公司，那引个管进来还不容易啊？那就办吧，越快越好。何大哥，啊，听您刚才这么讲，全村应该还有将近200户没有解决自来水入户的问题。这儿先不着急，等其他用户都解决完了再说这儿。还是新兰同志的觉悟高，可那些户都不太好解决啊。为啥这儿好解决，其他用户就不好解决呢？那路太远，管道不太好铺，人自来水公司不愿意给弄。这事儿交给我来试试吧。真的呀？真的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哎呀，关书记要知道你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，准得高兴的拍大腿。好啊，那咱们现在就去最远的用户家实地看看。好。自然村就没通自来水了，是够远的。这深山沟可够自来水公司一呛啊！姐啊，说说就算了，这大交警得大佬了。
你没见村支书嫌咱们电视台没钱，老大不欢迎了。这跑跑腿的活再不干，还要咱们驻村工作队干什么？回去你提醒我打表啊，看看破手管道的距离有多远。哎，这是最远的一户了，那咱们回吧。这家是贫困户吗？啊，这是老栓家，重点贫困户，就是啥招都没有的那种。那我去看看。哎，那你们刚来就进户，关书记也没安排走访啊。你可以把关文龙的话当圣旨，但是我作为第一书记，到了贫困户家门口不进去看看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不合适。孙啊，来请了，有女的，把衣服穿好了啊。老孙，哎，醒醒。穿不穿裤子？啥呀？告诉你，把衣服穿整齐了。这个来女领导了。女领导来我家干啥？你就糊弄。我不糊弄，快醒醒醒醒！真有女领导。老人家，您慢慢穿。我是驻村工作队的新兰，我们在门口等您。还真有女的？真有！哎妈！快！这。好了，请进，请进。老人家，您先把鞋穿上。哎，姐啊，这你可叫吃亏了，还老人家，看着岁数应该不大。对，我不老，才40几。家里几口人呢？哎，一口。我听老何说您是贫困户，有什么实际困难跟我讲讲。对，那个我贫困户啊，主要是因为我没媳妇儿，就像你这么漂亮的嫁我，我就好了。闭嘴！怎么说话？你会不会说话？我说的是正经话。这省里来检查组那回，我就是这么说的，啊，给我找个媳妇儿替我干活，我不就不贫困户了吗？这省的给你们拖后腿儿，哎，你们老不合格。哎，那个新书记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咱走吧，这不可救药的玩意儿啊。哎，走啊！哎，闭嘴。那啥，再来啊！姐啊。这人素质实在太差了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他根本就不穷。啊？还不穷？不，这够穷的了。穷还喝酒？大中午的呀，你闻不出来呀？还真是啊。我说老何，你们村干部怎么管的呀？贫困户喝酒喝成这样。他不喝酒，他能穷成这样吗？这整天光喝酒不干活，那一天喝三顿都不止。关书记也没少操心，你说就他，你也不能揍他呀，他就这道号滚刀肉，你没办法呀。我听说过因病致贫的，还真没听说过因酒致贫的。可不是嘛，姐，今儿算长了见识。前面就到咱村里超市了，哎，你们要不要去超市看看？超市挺丰富的，蔬菜水果啊，米面油肉啥的都有。小雨池，哎，你听懂老何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姐，就是让咱晚上自己开火，人家不管饭。这是咋说的？要不你们去我家吃，也行。反正我家条件不太好。跟您说，晚上我做，绝对没问题。你没有女朋友，生活能力还挺强。我来。呀，准是那教授回来了。谁拆了我帐篷？谁拆了我帐篷？给我出来！嗨，
周教授吗？问一下，院里那帐篷是您拆的吗？是。怎么着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您忙吧。想寻到你。